契大考验啦、啊！今天我们今天也是有默契小游戏，哎呦，来考验一下，看看我们这个阵容里面大家的默契怎么样？这要怎么考验呢？好、嗯，这个很简单啊，就是呢两人一组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比如说我跟这个道远嘛，对，然后在一个距离里面呢，我们必须要运送这颗球，哦，用嘴巴运送，不舒服，今天感觉，然后呢，把它投到这个透明的桶子里面，在这个时间里面呢，谁最多就表示，哎，谁他们蛮有默契，难度这么高啊，颜真，就跟豪杰哥了，哇，这么好看。你女生瘦就要被胖，男生胖就要被瘦。你不要再挣扎了，好吗？我绝对帮你安排一个跟你是门当户对的，真的。哇，甜甜就是你了。耶！为什么你们节目什么时候有惩罚？好了，默契大考，我们的默契小游戏，先来看看大家的默契如何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你们就是第一组了，好不好？好，第一组请就位。哦，不好意思哈，来计时三十秒钟，开始。这么无耻啊！哎呀，好不容易遇到男性，他故意很慢，他有种娘味，怎么会有这种人啊？牵手，他牵人家的手啊，这是后了啊！哦，元真，没有要看着对方眼睛哦，元真好不愿意的感觉哦，连这都没有哎，什么东西啊？哎呦，这样子，四手紧握，四眼相视哦哈。因为美女当前突然一阵晕眩，天旋地转，你起来舔呢？没有，我没有碰到他，我们这里没有碰到他。对啊，正人君子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刚才呢，你们呢运送的过程里面掉了两颗，然后呢，总共你们才运送四颗啦，对，但是只有一颗进投到我们的这个玻璃的瓶子里面去。哎，我现在要马上宣布我最看好的这一组，哎呦，第二组一直都是黑马来，真的。请我们的甜甜以及爱晨就位，三十秒计时开始，加油！去哪里？去哪里呀，你们？加油加油，认真玩认真玩，你的脸都变形了，爱晨。哎，不算哎，不算哦，没有进缸子的不算哦。怎么了？我觉得爱晨好快没气了。哇！来，快点！你受了好大的重伤，我爱晨。你上辈子烧香哦。好哦，时间到，我们来看一下默契小游戏第二组，甜甜跟爱晨呢，他们呢有两颗。所以你们两个算是最有默契，你们应该把这种默契继续保持下来，真的，所以我宣布你们两个为一组。恭喜老爷，贺喜夫人，爱成小甜甜默契好到配成对，搭配上道元更加棒，豪杰统统元真帅哥美女组合默契更加分，究竟结果如何，大家加把劲喽！笑笑笑，这个单元率先登场是我们的爱晨队，哎呦，爱笑笑，计时三分钟开始。好，不愿意几个字，三你啊，怪你的时阵啊吼，你阿爸阿母啊拢会给你啦，啊你会家放伫你的枕头下骹，放炮竹，你把炮竹放枕头下面，你先放啊，不是，第一压岁钱，啊对，来，你放。用物件会使用咧火锅啊，会家己创烧，创好烧，但是伊毋是用火，瓦斯炉，毋是用火，毋是瓦斯炉，伊是用另外一种物件，电磁炉，嘿对，电磁炉，快点，哎呦，我跟你讲，有一种物件，伫遐淡水啊，足有名的两个哩，即个顶快快哦，讲完，是咪只件啊，咪只件啊，阿摩铁蛋，啊，高级的粉末后边，对，很好，哎，是的哩。第二个你是骑一个物件，足紧的，你会骑啥？
卡这边也做紧。哭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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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那马用声音就不行了，好不好？接下来不行啊！哭了哭了的。哦，我跟你讲，有一种物件好杀你啊！哦，第二个你就是，就是人讲你生做就像一种动物是啥？哇，就像这种动物。哎，人拢跟你美工，你就像狗啊！你变胖之后好像低掉掉掉掉掉。猪啊，第一个第三个字是，我记得吼歌唱节目的评审老师谁在背背啊？大哭大哭啊！叫什么名？袁惟仁。对对对，嘿，什么？猪人，好，讲个猪人。哦，什么东西？电影里面有。哎呀，是猪人。对呀，对呀。还有人这样讲的啦？你是什么物件？咱台湾的哦，有四个 Tiki 啊啊，四个。桂林，桂林。哦，那叫谁办会公司的是叫桂林。扶梯，手扶梯，答对，好，刚刚好答对，没有办法，没有机会再猜一题了，好不好？爱晨队在这一回合得到的是5分，哎呀，5分左右就吗？我记得你有让拿8分，我拿过10分了，拿过10分的，啊，你怎么一直退步啊？对，而且还折半了，5折哎，对不对？马上攻守交换，哦，不知道，哎呀。交换派出来是我们的彤彤哦，有台语现在这样计时3分钟开始哦 ，Action！ 啊，得表靠咱的刮什么？表靠刮刮刮刮刮刮刮行，会当食的，会当食的香肠，哼，啊，肠掉，肠掉，哼，大大头包小肠，很好，哎，这样也行，不错。咱讲吼，手人的红色迄种叫啥？小三。啊，不是啦，桂林，西里啦，西里啦。你啊，人有一种吼臭味哦，啊，人无人个叫夹金啦。臭味胡椒。嘿，啊，就迄落是种的啊。手人红迄叫啥？狐狸精。嘿，对啦，对。哇塞！哦，我是客人，我是客人。啊吼，诶，我物件啊，啉的啉的，两个字，两个字，两个字。三厘三厘三厘，第一个厘吼，咱最矿泉水、乌龙茶，无啦，咱哦，馒头另外一种，包啊，对，还第三个厘是嘞。夜市人生情侣档豪杰和彤彤鸡同鸭讲的答案，让敌对笑掉大门。咱最大哦，三厘，第一个厘吼，咱最矿泉水、乌龙茶，无啦，咱哦，馒头另外一种。包啊！对，还第三个字是嘞，包总茶。无啦，茶都没想到，包总嘞，真的是很厉害呀！第一个字吼，水搭，阿妹，你茶水。哎，对啊，水先包。对对对对，水搭一定要喝茶吗？怎么？看物件爱用什么物件？看物件，目睭，哼，目睭的国语安怎？眼睛，眼睛啥？啊，四个字哦，它是一个成语。飞机的机是眼大，三只脚。你水个清泉灰，很暗，眼花缭乱。厉害，他很强，你看，学人家呢。很强，太强。那喏，你擦饭爱卡一个啥物件？锅盖。无啦，卡一个大锅盖。锅盖。鸡啦，鸡拢会生啥？蛋。第三字，啊，拢总有三字哦。荷包蛋。哎，丢。彤彤队得到的是8分，最好彤彤得过10分，对不对？尽量在水水内，8分，对不对？加油啦！好，马上进入下一回合。耶！默契大考验第二回合，人地是1:1。是的。爱神队派出来的是道远，最近在这个单元表现得非常的好，今天他不比来猜了，没错，对，加油，有信心，有毅力，又不是跑步有力，哎，你蛙都给我跳，乖鸟啊，我跟甜甜默契超好，但是你是要跟他默契好才对，我跟你讲，没有，我们要默契好，你们两个不要再斗嘴了，在目前为止，观众他们已经有发简讯让我知道说他目前你们两个是最登对的一对。
你们两个有没有考虑走下去的？手挽一下了。这么刚好，刚铁林跟我说他需要爱情的磁力，好协调的画面啊！这对新人，好，加油了，好不好？好，人第四，超级比比计时六分钟哦，开始。好，来，电梯小姐，哇，大卖场。哦，什么地方？麦当劳。通马桶。请住了。大卖场店员在刚刚什么？在麦当劳，在麦当劳通马桶。哦，恭喜你，答错只有事情是对的。哎，来，快快快！好，大卖场再小一点点，小规模的。便利商店。四个字的，它是一个职业名称，什么地方？知道。我们讲料，他那个脸很饱吗？通马桶嘛。便利商店，它有另外一个名称。哦，超商店员在。很多东西可以选择，但是呢，没有人可以帮你，你要自己来。超商店员在自助餐店通马桶。恭喜你答对。错兵舞，哎呀！哎呀！演，他是一个职业。什么东西呀？眼科医生。眼科医生。哦，不是，他是一个科目。哦，科目。这什么？这什么？挖土机。他有另外一个名字。哎呀，在眼科开挖土机。Yes。我已经讲说他不是挖土机，开怪手。恭喜答对。来。什么？舞娘在啊？丢铅球。好，请坐的。舞娘在那什么、啊？在哪？在桃子动物园丢铅球。好，恭喜你答错，而且没一样对的。好，钢管，钢管，钢管女郎，钢管女郎。嘿，好。电影出来的，电影印店，刚刚你人在影印店，丢铁饼，哦，钢管女郎在影印店掷铁饼，恭喜答对，斗牛士，斗牛士，是什么？哦，斗牛士在刺青店。丢牛士，丢牛士在吃青店丢飞盘，丢飞盘丢吗？玩飞盘，玩飞盘，恭喜答对。好，来，枪手、杀手，三个字的，三个字的，狙击手。什么地方有卖这些东西？动物园、水果店，三个字的。狙击手在水果店。举手在水果店，这是什么？雷达，水果店，水果店，导马机，水果店再小一点点叫什么？水果，举手在水果店导马机。恭喜你，答错，能跟第四对的事情是错的。举起手，嘿，丢，好，变变，举手在水果摊嘛，好，举手在水果摊。我们这个东西，我们通常早上才会碰到它。通常早上，豆浆哦，喝豆浆。哦，举手在水果摊磨豆浆。恭喜答对。很好，举亮，包青天。哇塞，还真有看过。高尔夫球场，包青天在高尔夫球场。包青天在高尔夫球场冲浪，恭喜他对，来上。为什么想到这么开呀？什么啊？啊？想背？是什么啊？
放烟火，请作答。三只手在。好，在然后在水果摊，刚那首放烟火。水果摊，水果摊上面。今天都忘记了。好，恭喜你答错，人跟事是对的。好。赛车手，赛车手。哎呦。好，第二个。好。Football。好，什么地方啊？美式足球场。放烟火，美式，我们不叫美式足球，橄榄球场，赛车手在橄榄球场放烟火，恭喜你答对，好，哎呦，哎呦，还不错，还不错 ，OK OK， 在这一回合里面呢，道远答对了气体，哎呦，不错不错不错，现在攻守交换，来第四比一比换到我们的统统队，还是我猜，还是你猜，嗯，身为队长要给观众福利嘛，哎呦哎呦。谁是福利？福利是你吗？那是元真啊，身材那么好，一定要比动。那为什么他是福利？我也是啊，有女性观众朋友啊，我也是福利啊。谁要看排名啊？我跟你讲，虽然我身材没有很好，可是跟你比起来，我也算是一个型男哦。好，人力是比一比，计时六分钟开始。好。这是什么啊？好色的脸啊！打太极拳，请作答。阿公在宠物店打太极拳。阿公在宠物店打太极拳了，恭喜你答错。第一个是四岁的，第一个交通警察。认真的笔画让统统罗志祥交通警察傻傻分不清，最后关头两。第一个。警察，警察在宠物店，交通警察在宠物店，交通警察在宠物店打太极，打太极，打太极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个还是交通警察？好，请作答。交通警察在宠物店打太极。哦，他不是交通警察，这个人呢，你前几天好像有跟他联络过。哎呦，哎呦，请作答。有联络过？你为什么？你怎么会知道？哇，你罗志祥。罗志祥在宠物店打太极，恭喜答对！哦耶！这什么东西？娘炮？怎么都那么猥亵呢？对对对对对！灰姑娘，灰姑娘，灰姑娘！他怎么觉得有种怪怪的 feel？ 那个公用电话亭，什么地方可以？灰姑娘，灰姑娘在手机店春剑，答对！是一个武术，武术场、武术馆、武术馆吹笛子，吹箫，什么笛？什么笛？吹箫，竖笛，吹竖笛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吹唢呐。雷公在武术馆吹唢呐。恭喜你答错。哎呦，只有人是对的。雷公。哎，我们有机会哦，老乱，谢谢老乱。雷公，雷公，雷公，雷公。看脸怎么每个都一样啊？跆拳。武术馆哦，这个地方有悠久的历史，在中国。哇，吹起来更像唢呐。这里是，对啊，这里是吹长笛，吹上空，请作答。吹直笛，请作答。吹直笛，在少林寺吹直笛。恭喜答对。哎呦。请作答。忘了。乌龟在三温暖，我跳舞机。恭喜你答错。人跟事是对的。人跟事是对的。乌龟为什么要厚道？哇，乌龟干嘛有这个动作？乌龟。温泉池。哎呦。温泉。
厉害厉害！温泉池玩跳舞机，乌龟在温泉池玩跳舞机，乌龟在温泉池玩跳舞机。可以答对，水妖怪啊！你在挖什么了？钻心比翼，爱神，钻心比翼，爱神，另外一个名词，丘比特。哦，丘比特桌球场，桌球场，叶启田，叶启田，喂。丘比特在桌球场玩躲猫猫，请说。叶启田不是叶启田，丘比特在桌球室玩躲猫猫，恭喜答对。哦，谁呀？醉汉，林峰，林峰。哦，马车，它是一种交通工具。马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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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林峰在马车。林峰在马场。他感觉就是在跪算盘，它是一种交通工具。你说的马上跪算盘，不是答对。3、2、1，可以继续比来。你就是在搞衣服啊！你是在把真实演出来就对了。哎呦！放鞭炮。哎。哎呦，哎，这个动作很棒哦！瓦斯工人。第二个，我们让元真再比一次好了，好不好？我给你5秒钟。对，地方哦，请看清楚。地方。1秒。哎呦。2秒。天哪，这样好吗？3秒。哎呦。自己这么嗨。4秒。怎么自己换衣服这么嗨？换衣服这么兴奋吗？你怎么看得如痴如醉啊？关你什么事啊？好，请作答。这个是什么啊？帮我们现场有。请作答。摄影师，摄影师在更衣间放鞭炮。恭喜答对。耶耶！好了好了，你真的超会猜。哇，你有过呀，嘉欣姐。没有，是一种胜利的一种直觉的反应啊。对对对对对。好，在这一回合呢，统统队答对的7题。两队在第二回合同样答对7题了，两队两回合加起来的总成绩，统统队得到的是15分，爱神很可惜差了一点点，得到的是12分。今天的默契大考验，恭喜我们的统统队，两队回到前面来。好，今天的默契大考验呢，恭喜我们的统统队啦。有的时候呢，大家虽然没有生活在一起啊，但是工作上总是会碰到，对不对？有些时候呢，需要是很多的默契的考验。对不对？当个默契可以相通的时候，其实可以省很多力气的。那今天呢，谢谢我们的来宾导游甜甜，我们的元真豪杰哥能够来到我们这边，希望你下次可以再来。大家开不开心啊？开心！记得每一个我要见面的方姐，送上我们的心灵进行曲。